咁我就問阿敏生法師商量啦。敏生法師就話：咁你揾阿聖懷法師幫你手啦，揾埋原慧法師。咁我就揾同阿三叔傾啦。阿三叔做緊東華三院嘅主席啊嘛。他說三叔張玉麟張玉麟就找他商量借了馬場借馬場來用那時候剛剛我們個個都求雨嘛不知道元慧法師說 要請十大長老嘛要 十個長老、那我就 問公司請假請了兩天假周圍去請法師帶埋蒲衣周圍 去頂你請法師去到我長洲去到哪裡都去到了鯉魚門不是一灑淨就落雨一灑淨就落雨誰知先一晚好難把水洗掉阿袁慧法師跟我去報紙的時候掛起那對大燈籠，第二朝早就開始，那對燈籠被雨揼爛了。